18:15下班回到家里了。今天晚餐吃炒饭，腊肠切成小粒，香菇切成小粒，电锅下油，腊肠一倒入，煎香后加入香菇，加入适量水煮熟，倒入虾，米饭倒入，翻炒均匀，酱油、蚝油、特别香的香菇腊肠加入炒饭，剩饭不浪费，用来做个简单的炒饭，好吃。来杯柠檬益力多气泡，冰块柠檬益力多气泡水。19点开始享受一个人的晚餐了。